们在台上看到的呢，是这一次我们的台湾竹乐团即将要带来更精彩的演出，让我们好音乐不间断。首先要带来的这一场曲目是《竹声律动》，热情的掌声献给台湾竹乐团，掌声欢迎。谢谢台湾竹乐团带来第一首轻快的曲目《竹声律动》。